这一张图哈、哦、来去解释一下。病控，我是在此季从不会学到会，由顾问方师兄指导，从如何开机、关机、接线、架设，还有声音的控制、影像的切换，还有电脑的操作，以及临场如何排除障碍等等。曾经在我们办爱撒的时候，节目即将开始了，可是画面突然不见了，心里好紧张哦。于是我就赶快静下心来，很虔诚的祈祷，让我们的活动能够顺利进行，让上人的善法能够完善的传送出去。当我心静下来的时候，经验累积的判断是延长线的插座出现了接触不良的状况，然后立刻排除障碍以后，当画面出现的那一刹那，让我喜极而泣。我是觉得有心就有福，有愿就有力，只要我有心要做好利益众生的事，就自然会有力量来排除障碍。因控人力资源太少，社区活动有很多，常常需要赶场。因为心里想着要把美善传扬出去，所以再怎么辛苦，下着雨出门都不觉得累。因为上人常常要我们心宽念存，感恩尊重爱，我觉得这些妙法也可以让社会大众去吸收，然后让社会大众的善心善念来启发，正是我在因控欢喜付出的原因。